立正，敬礼，请坐。哎，各位同学，大家好。这一节，我姓潘，叫潘良华哈、我是平埔族马卡道族啊、原住民。一般的平埔族大部分都汉化了，都被同化，同化是比较好听的、实际上是已经被消灭了，因为我们的语言大部分都流失了啊、所以我已经不会讲我的母语了。这是汉人来台湾造成的这个浩劫。OK， 那我在讲说，我们农业哈、有很多外来的植物，像芭乐，我们都称番石榴。你看到前面有摆个番字的，都是外来种。番石榴、番荔枝、番姜，小辣椒那个好辣椒。番荔枝就是，西卡，释迦，还有什么？有些东西不是植物了哈，像环阿会，以前那个火柴啊、那个叫环阿会。大家还有没有想什么？哦，还有番茄，对吧 ？Tomato， 番薯，哦，也是。那奇怪了，这些都是外来的哈、外来的都叫番。那汉人从中国大陆来到这边，我们应该称他们叫他们叫番才对啊，怎么叫我们是番呢？乱来嘛，所以我们要来证明哈。那些汉人叫做番人，那我们是原住民，我们才是真正的老板啊，你要来这边住要经过我同意啊，好、像我们要出国或者是要移民，都要当地的地主国同意我们才可以去吧，才可以移民嘛，好、所以我们要自己做自己的主人，所以就是我们希望那个我们这些原住民的同胞能够来这边受训，好，把我们以前国民党把在我们脑里面装了一些垃圾统统把它清出去，好，我们自己来把台湾治理好，好，国民党政府还没有来之前，我们原住民也把山地管理得很好啊，日本政府没有来的时候，我们也整个那个山地都很漂亮啊，哦，可是你看这次八八风灾，到处塌方啊。我那个拍那个照片，那个屏东哈、我住屏东潮州，那个大武山啊，北大武山、南大武山，很多崩塌地。等一下我会秀那个照片给大家看哈 ，OK。Hello， 没有还你帮忙一下。好，有了有了，好，旁边一个开关忘记了。各位都大部分都很年轻了哈，比较没有这个问题了。我以为这个开了会亮就好了，还要碰。旁边还有一个开关 ，OK。那我今天要讲的大概有这十个项目了哈。那我们来看第一个，水跟农业是最密切的关系。如果没有水，啊，大概几乎没有，没有水就没有生命了哈。包括植物也是生命哈，不是我们像我们人，我们常讲说阳光、空气、水。其实还加我个人认为还要加上一个土壤、如果没有土壤让我们踩啊、我们都要飘在空中嘛。好，阳光、空气、水，除了阳光我们没有办法控制它以外，空气啊、空气的污染我们要去防治，水我们这个水资源要好好去利用，
土壤也要保护哈。所以为什么说水土保持？那么很多农民看到杂草，都看到像那个仇人啊，欲驱之而后快啊，其实这个是错误的。以前的那个原住民，他们我们没有在滥垦滥伐，我们是需要做一个床铺哦，才去砍一棵老树啊，这棵树都阿公以前就种的树了哈，所以这些树砍来做房子、做工具、做床铺。但是汉人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是有需求要多少就砍伐多少，但是汉人就是他砍了自己够用了以后，还要砍更多拿去卖，这就跟我们原住民的思想不一样。好，那汉人来就是用掠夺式的方式，日本人来也是，但是日本来他砍那个阿里山哈，山上的那些珍贵的这些树木哈，他们至少根还留住，他砍伐就是在腰部的高度砍断，这个树根都还留着，让它还可以长二代木，二代木长大了再砍，就长三代木，所以这个树根还是活的，它还是把表土还有深的土壤都抓住，所以下大雨台风就不会产生土石流。可是国民党政府来，不但砍伐的更多，又开辟了很多那个产业道路，那个等于说开山挖，整个那个开肠破肚啊。那一个大雨来，好像为什么自从宋楚瑜当了省长以后，要五毛给一块，他拨了很多经费让人民让那个产业道路去开辟，这是产业道路一经过的地方，他所开辟的泥土就往山沟里面推。那么经过那个921大地震，然后来个88风灾，这些表土，这些被挖出来的土通通往下游冲，所以造成了各个地区东南部地区土石流，而且从那个宋楚瑜当时成长以后，那个土石流差不多每年就看他电视在播放我小时候没有听说过有什么土石流所以那个杂草有一个作用，就是说一般雨它从乔木层那个就把雨水接住，滴下来有中乔木、小乔木、还有灌木、还有地被植物，地被植物下面还有一层在山上有很厚的那个树叶，这个像海绵一样滴下来都被吸住，慢慢渗透到土壤里面。所以一般我小时候看下大雨的时候，山上下大雨大概要四天以后那个水才会跑出来，如果连续下四天那个水才会到那个屏东平原，那现在不是两个小时看他那边下雨，那个黄泥水就已经到那个高屏的那个屏东平原，它已经失去了涵养的作用，那会产生径流，会切割泥土所以平地一样我们以前平地都还没有发明那个除草剂的时候，到处都是绿油的草，但是现在我们人民比较懒惰有杂草就不是用割的，直接用除草剂杀，连根都给它破坏掉。以前我们用割的话，那个下面是活的，它还会继续长起来，那些草根还是抓住地表的表土，但是我们除草剂一除，根已经都烂掉了，就没有抓地力了，下雨一撞击到地面，那个泥浆就喷起来，如果下更大，那个雨水就流到海里面到河里面，都到海里面去了。所以
不止阳光、空气、水，土壤我们要保护哈。好，那以色列的水资源管理，我们有很多要去学习、去施法它的关的那个地方。台湾一年平均降雨量大概有2200mm，以色列一年的降雨量只有200mm。我们八八风灾三天大概降了2000mm，大概以色列要10年的降雨量啊。但是我们水这么丰沛，可是因为我们河流短，也没有湖泊可以把它保留下来，所以大概稀里哗啦三五个小时就到海里面去了。所以虽然我们水量这么充沛，但是联合国统计的结果，我们是全世界排名第18名缺水的国家，这是很荒谬的啊。而且我们做了很多水库，结果因为那个上游的水土保持没有做好，所以水库都在淤积啊，有的已经快要变成那个没有办法储水了。 OK， 那以色列他都是沙漠，可是没有听到他们在做什么旱灾。那我们这边那个雨季的时候就是水灾，旱季的时候就是旱灾。哇，这真的是从何说起啊，那么多的水我们就眼睁睁看它流到海里面去了。那么以色列他们只有一个湖泊叫做加利利湖，他们65%的水是靠加利利湖啊，就是他们下雨的话尽量把水都集中到那里。那么不够的水分呢，他们发明的那个海水淡化技术，它是全世界海水淡化技术第一名的啊。啊，全世界大部分的那个海水淡化厂都是以色列去装设的啊，它是可以整厂输出。那所以以色列我们看它是荒漠之地，但是它却是可以在四面都是敌人的情况下，它还可以开创自己的一片天哈。那么他们以色列水一度有40块，那我们台湾水很便宜，一度只有10块，所以我们台湾人就不会去珍惜这些水。我们的漏水率啊，一年大概漏掉25%，那以色列的漏水率只有5%，因为他们水很珍贵。以色列人没有在洗车啊，你如果去洗车会被举发说浪费水资源啊。那他们为什么要一度水要40块？他就是要以价质量。那台湾一度水才10块钱，就是这15年来蓝绿阵营的立法委没有人敢提案把水价提高来以价质量。这些政治人物就只顾了为选票，他没有顾到说我们要如何提高水价，让卖水的公司或者是制造水的人他们有利可图。如果没有利润，这些商人啊、科学家他不会去钻研如何去制造干净的水。好，那这个简单带过去了。好，那我来讲一些绿美化植物还有果树介绍哈。首先我介绍加包果，就俗称树葡萄，树状葡萄，长在树上的葡萄。我们一般葡萄都是葡萄藤，长在葡萄藤上，但是这个是树状的哈。它这个树很好整理，都不用修剪，它就自动会长得差不多一样高。春天换叶子的时候翠绿色哈。好，这个是种在地上挖起来啊，有厂商同行的他们要拿去卖哈。这是开花的状况。那这个树葡萄它是根莲物还有根
番石榴是同科的，叫做桃金娘科。哦，你看它开的花是跟那个莲雾还有把它一样的颜色。OK， 好。莲雾的花也大概这个样子，好，只是莲雾比较花比较大。好，这个是还没成熟的时候，开始要变黑的，就是准备要成熟了。好，这个是三代同堂，有花，有绿色的果实，有成熟的果实。好，这是成熟的果实哈。它这个树很奇怪啊，它从根部哈，露根就可以长果实，从地上长到树梢。啊，但是它都长在树干上，它是稀有的干生果。啊，大部分的水果都长在末梢。啊，就是像芒果、荔枝、龙眼，它们都长在末梢哈，它是长。你看，这是这里泥土，它从表土这边上就开始往上长。啊，这一样哈。结实累累。好，第二个来讲三月樱，这个真正的学名是桃红赠雨树 ，Pink Shower Tree 哈。那个 Shower 就是像莲蓬头那个，啊，那个 Shower。好，它都是在农历的三月份开，啊，大概那时候都是清明节的时候。这有点光害哈，我把这个遮起来。那这个花期蛮长的，大概开花到谢大概50天。好，这个是种错品种。这个类似的品种也有三种哈，这种它是叶子大概90%到95%，花只有5%。那我们的是都变哈，花很多哈。王先生能不能把这个灯先关一下？好，谢谢。这样看起来颜色就比较好看一点哈。好，这个大概2个月前自由时报去跟我采访啊，他就大概登这一段啊，打字登这一张。那个他刊登的时候，因为不能登我的姓名、住址、电话，所以隔天就有很多人跑到潮州去问那个警察局啊，到潮州火车站去问，要问好久才找到我，找到我看到花很漂亮，很高兴。但是5分钟以后，他开始想到他找我很辛苦，就开始骂我：“哦，你很难找。”他说：“我们上个礼拜才去阿里山看，阿里山的樱花也没有你这么漂亮，而且有阿里山那么冷，刮个被戏哈。”我说：“好，欢迎下次明年3月份再来看。”我这。近拍哈，你注意看，它是有5个花瓣，啊，每一朵就有点像兰花啊，朵朵是兰花。OK， 好，这张是国外的，这是50天，哎，50天，那蛮长。一般是元宵的时候，它花苞开始出来，啊，开了以后哈，大概50天。好，第三种水果是黄金果，这个那个我们的凤山园艺试验所从那个新加坡引进5棵。啊，其中有一棵是种在高树乡，叫做他在做田间试验，要跟试验所里面那10棵做对比。然后这个是
他的儿子，这个是这颗是等于是他的第一代。那在高速那个田间试验那一颗哈，已经大概有比那个扁灰条还要粗，那一年大概结了2500颗，所以我们每一家如果有地自己种一颗就吃不完了，又要分给邻居帮忙吃。好，那这个水果有一个好处很好玩，就你摘下来以后用圆珠笔在上面写字，刚开始看不到出来，但是3分钟以后它氧化，那个字就显现出来了。啊，把它包装树葡萄放在一起，我可以送给男朋友或女朋友哈。好，这颗这是改良品种，是大概有1斤重哈。好，这个红龙果哈，这我评判它是全世界最好种的水果，产量最丰富，而且又好管理，又不怕台风，又不怕旱灾，一年就大概在我们屏东可以结11次果。你到哪里找这种水果可以一年生11次的？芒果啦，荔枝啦，短叶啦，还有切切哎那个奶鸡啊，都一年只收一次嘛。可是它15天就开一次花，15天就开一次花。那我说为什么很好管理呢？因为它你也不用去浇，跟它浇水它也不会渴死啊。好，那台风来它那个树枝也不会很长嘛，台风来它就跟着摇晃，而且大家一起摇，那个果实不会碰撞，这样摇，你如果这样撞果实就撞坏了，它是随着风这样摇都 OK 没有关系，它一年生11次啊。你如果万一不小心，就是说因为它开花的时候哈，花要授粉，但是正好下大雨，那个粉都湿掉了不会飞，那就授粉不完全。好，虫美蜂也是可以，它是蜂美跟虫美怕，它只有一个缺点，现在所有的水果都有一个缺点，就是怕果蝇，所以我们现在水果都要用包起来，用那个套袋套起来。好，这是那个东方果实蝇哈。那东方果实蝇有一个方法，就是它是用性费洛蒙去诱引，把它抓进来，把公的抓起来，那母的它去叮就不会没有怀孕嘛，所以那个蛋都是空包蛋，就不会长虫。那我的方法就是在那个我旁边种的这个是肉桂，台湾特有种肉桂，我在它的树荫下挂了一些捕蝇灯啊，它里面有诱引剂啊，无毒的啊，但是那个公的那个果蝇一闻到那个像就自投罗网就钻进去，那进去就出不来，所以我这个红龙果我都没有喷药。啊，这个是红萝果刚要开花之前的小花小花苞，好啊，然后过了大概5天以后就这么大了，大概第8天就开花啊。OK， 这是昙花一现，它都是晚上开花，晚上大概8点开始开，到隔天的8点就谢。那这个花你可以切下来，如果花太多哈，这应该要疏果了哈，5朵就把它输掉3朵，那3朵可以来煮蛋花汤，看根，它那个植物性的胶质很高，啊 ，OK， 这个就是花粉哈，这是雄蕾，这是雌蕾，啊，你看你已经有一些花粉已经飘到这里来了哈，那个就可以授粉，好，这个绿化植物这个叫罗庚美。它出新芽的时候都是红色的，所以我7、8月份好，就像这个时候
朋友啦，或者是同行的，去到我那边就看到说，哦，潘先生，为什么你的枫叶是七八月份在红？其实它不是枫叶，可是它就是只要出新的叶子都是红色，好，有没有？这就看起来就跟旁边的对比就觉得，哎，它有特色哈。OK， 这个当景观植物，而且它那个果实小鸟很喜欢吃啊，所以我都吃不到，为什么？它红了，我们去吃的时候还很涩，我们要等到 它变黑才会好吃，可是红的时候小鸟来就吃掉了。好，所以另外一个观赏植物，红花枫林木啊，这个一朵一朵像绣球，但是这个树虽然漂亮哈，但是很可惜它开了一个礼拜就通，第十天大概就掉光了，它花期很短，大概只有一个礼拜到十天。好，这是近拍。OK， 好，这我们屏东潮州有一家新枝和红培屋，他前几年都什么得比赛冠军的，所以他现在生意非常好。啊，这一棵树是我送他的，啊，这红花枫林木。好，那种植怎么种植优质的水果哈？好，就这三样，我一样也来解释。第一个就是要有优良的品种，像刚刚我介绍的那个红龙果，我刚开始种，发现它，哎，这个植物值得来研究的时候，我去每一个农场去跟他买，他都说他的品种最好，所以我去找了八家，通通给他买。买回来有一家哈，他是台南新化新营那边，不是善化，我他卖的很就可桃，他说一次要买500只，一株是250，就是至少要125,000他才肯卖你。我说这样啦，400只我跟你买400只刚好100,000好不好？他不卖，要白干呢。结果我忍痛也跟他买了哈，结果种了一年以后开花结果以后，那八个品种我叫他八国联军啊，一样的施肥方式，一样的管理方式，一样的给他水喝，果子长出来以后，那个很客套那一个哈，第一个被我淘汰，为什么？他的果实最酸了，最难吃，而且我只跟他买了一个品种，结果他长出来5个样子，有圆圆的啦，也有椭圆形的啦，也有那个叶子那个鳞片倒弯的啦，还有那个深红色的，也有浅红色的，我装成一个一箩要送去那个行靠，我做的没多，你这什么品种？我说这个只有一个品种，啊，你怎么一个品种会种出5个样子呢？你是怎么种的？所以那个品种就被我淘汰了，第一个被我淘汰，最贵的先被我淘汰，那其他的 也都不是很好，哦，后来我就刚刚我们图片那个是比较好的品种，去年跟前年都是在热带凤山热带园艺试验所比赛冠军的。好，所以优良的品种最重要，你如果但是你如果只有优良的品种，你不会施肥管理，你也种不出好的水果来吃。好，我们要知道植物的习性啊，就是说它平常春天的时候在长叶子的时候，好，我现在以红龙果来比例哈，红龙果大概十月底以后最后一批果实摘完以后，它大概可以摘半年了，哦，大概每15天可以摘一次嘛，大概十月底就结束，那11月份它大概休息一个月，那个时候我们就要赶快多给它水喝，然后多给它氮肥，植物的肥料三要素氮磷钾，氮就是要让它长芽长叶子的，哦，长，那这个我们要给它补哈，让它赶快长新的芽出来，那明年的大概5月份它才来得及开第一批花啊。那么
等明年的四五月份花期来的时候，那之前的一个月我们就要减少水分，还有增加磷钾肥 OK。 那么磷钾肥就是要促进它开花，还有让果实比较 Q 脆 OK。 还有那个在开花结果那段时间水分要减少，好，尽量减少，这样它那个甜度才会增加。好，这个是那水分管理最好是弄自动灌溉啊，这样我们才不会说忙着做什么事忘记啊开水给它灌溉。好，用那个电脑自动灌溉哈，最好是这样，这样可以减少我们管理的那个。好，那我来介绍刚刚那一些花果树木哈，要怎么移植啊 ？OK， 好，这是移植的工具。这个圆锹是特别修过了哈，这前面会比较尖。啊，那个这个也是特制的移植工具啊，这两个是辅助的工具。好，这颗是阿里山十叶肉桂。它是属于樟科，那樟科的植物比较难移植啊，所以一般我们樟科哈移植至少要先断根一个月以后才来移植，那先让这些土球里面的小细根长出来以后哈移植才比较不会死，而且樟科植物你尽量不要再像这种夏天移植啊，尽量是在早春或者是中秋节过后啊，移植那个成活率会比较高。好，这个树葡萄移植，树葡萄就很好移植，因为树葡萄它细根比较多，它根都不会很粗啊，所以我们先给它断一半啊，大概如果春天的话哈，大概一个礼拜粗就挖出去就没有关系，那如果现在这个时候也要断根一个月以后才整个挖走。好，那这个是三月樱哈，那三月樱它因为它的耗水量很高，它很会喝水，因为它叶子很多，所以我们要留一根到外面啊，就像吸管一样，它捞几根树供去外靠假醉啊。好，那这个是有自动灌溉的系统通过哈。这个我们就这个土球干掉的时候，我们自动灌溉，每天会自动定时定量补水给它啊。因为我们那个都给它挖断了以后哈，这个土球很快就如果有风又有太阳大，好像今天有风太阳很大的时候，那个叶子蒸散水分的速度很快，所以我们要靠这个自动灌溉系统去给它补足。啊，当然最好还是有一根跑到外面哈，去万一自动灌溉你有故障啊什么的，它至少还不会死掉。好，这个已经挖好了，已经用胶膜包装起来，准备要出货了哈。好，这是另外一种，这是那个客人哈，通常要求的，因为他要求用这样子，他载回去以后他放到他自己的园子里面，把它夹直，也是挖个洞啊，把它盖起来。如果一个礼拜内有客人想买啊，又把土又挖开，就直接调走，不用再重新包装一次啊。而且他这个小洞小洞哈，其实你如果买回去直接种也可以啊，因为它可以撑比这个我们大拇指还大，都不会伤到根。那这个也是另外一种客人要求说，他要先把上面的树干裁一裁啊，这边都一次把它挖断包装起来，然后把土放回去啊，等它你看有长新叶子的嘛，他确认说它已经活了，然后才下面再挖开，就用吊车吊走这样子啊。 OK， 哦，这个也是树葡萄要准备那个吊车
把它运到那个台中那个中部的田尾哈。好，那自动灌溉简介哈，这个这是属于传统式的24个小时，然后配合这个，因为这个每一格控制15分，15分对有些植物水分太多了，所以我们要在一个分流把它分少一点，比方说这个可以调整从1分钟到40分钟都可以调整，像这个我目前大概在定在7分半钟，这个都定在10分钟，这是传统式的，这个一般的水电行就会装啊，这个也是哈。好，那这个就是以色列的微电脑控制系统啊，这个就比较复杂一点啊，这个电路是我设计啊，委由那个水电行帮我装配啊，因为水电行他们这转这个线哈，他们可以做得很工整，那因为我不是专业的电工的师傅，所以我是会设计线路，我画线路图请他装配啊。好，那这个就是美国的鱼鸟公司啊，这个也是世界有名的啊，这个也是微电脑控制，这一台就我自己装配的，那个线路就比较乱了哈啊，这个好。那讲到这个以色列的喷头，以色列是全世界做自动喷灌最优良的公司啊，这个是属于小面积，它这个喷洒的直径大概6公尺，左边啊3公尺啊，半径3公尺了哈，那么这个就比较大面积一点，这个直径可以喷15米哦，大概可以你装在这里的话可以喷到那个墙壁，这边喷到那个墙壁啊，这个就可以，如果我们这个是一个田的话大概装4只就够了 OK 但是这个有一个缺点，那个有一种蜘蛛哦，看到你在喷会动哦，它以为你是可以吃的啊，等你停下来了，他就跑过去，用蜘蛛网把你缠住绑起来。哎，他等明天要喷的时候，他就不会旋转了，他就只喷这边喷一个点，这边喷一个点，这两个点都做水灾，其他都是做旱灾。哎，所以后来他们就发明这种防虫型的，他压力来的时候，他就会跳开，这个就跳起来啊。它绕一绕，喷喷喷完，压力停的时候，它就自动盖起来了，啊，那个蜘蛛就没对它没办法了。这个也是一样哈，它也是防虫型的，啊，它会跳起来，然后喷完盖起来。好，因为以色列的水很贵，所以他们基本上都是用微喷灌，或者是滴灌，一滴滴的，就是像他们种那个向日葵，每一颗向日葵下面就有一个小滴点，它只滴给那一颗这么小的范围，它的根就是长在这里，这里有水喝，它根都长在这里，每一颗就是一个滴点。那这个是小范围，就比如说比较小的树啊，或者是像番茄类的，它这个喷出来大概只有45公分啊，45公分。就这范围有水啊，所以不会浪费水了，因为有以色列的水太贵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是到几点啊？1点半、2点半，我是到3点吗？王先生，3点哈，好 ，OK。好，那植物我们如何把它改良品种，就是用靠嫁接哈。好，那嫁接就有这一些工具哈。那等一下哈，如果有时间，我就会在这里模拟，把比如说粉红色的花，剪一只那个深红色的来把它接过来，让它
一半是开粉红色的，另外一半是开深红色的。像那个九重阁也可以这样做哈，一棵树可以接好几个品种。那我介绍是这两个都是切接的工具了哈。这个是三用的，有锯子，有刀子，后面还有一个量尺啊。那这是专业用的那个接枝用的刀子。那么这个是电气胶布，这早期还没有发明这种石蜡墨的胶布的时候，都是用这种。那这个有它的缺点，它比较不透气哈、啊。那个这个透气，而且展延性也很高。这个它可以拉得很长，哦，可以慢慢拉，把它拉长。它、啊、把那个我们要接的那个种苗，把它包起来，就可以不管它了。那牙可以把它穿破，那你用电气胶铺，它就那个穿不过去了，所以你又要用一个防水套把它套起来，很麻烦。自从有了这个以后，我工作就变得轻松又愉快了。OK， 好，你看这就是石蜡胶墨包起来，然后你看它可以从这边穿出去，啊，穿出去 ，OK。好，那我是把石蜡胶膜拆开了，让你看它是只靠这个接触面，它就活过去了啊，就新的品种已经在上面了。OK， 这个就已经改良 ，OK， 可以拿去种在地上，让它长得更快啊。这个是芒果改良，那么芒果因为它是比较粗枝大叶哈、啊，所以我们石蜡胶膜这个石蜡胶膜。太阳晒过一段时间，它会变黑色了哈。那还要用一个电气胶布把它包起来，因为它那个芒果一长就是三寸很快哈。风一吹，那个接触面很容易，这个接触面很容易裂开啊。所以我们要用这个红色的电气胶布把它保护起来啊。这个等于是变成保护作用的而已。好，这个也是让你看它、啊、这个接触面在这里嘛、啊、这个电气胶布把它割断，让大家看哈、啊、看它接触点啊，一样，这边是没有切开的状况，这个是电气胶布有切开的状况。好，那这个新的品种已经弄好了，那这个从旧的地方长出来的这些东西就要把它去除掉，要不然养分它这个跑得比较快，这边会把这边赶过去啊。OK， 好啊，您如果认为自己的技术不是很好，不是接一颗就活一颗的话，你就把它接两次，这接两个点。好，这个如果失败，还有这个是成功的，这就还是100分了啊。OK， 好，再来就看我在屏东操作的原子的样子啊。好，这边是三月樱，这里有种那个刚刚讲的那个罗根莓，这边还有看得到一点点红红的，是罗根莓在新叶子的哈。OK， 好，啊，原则上尽量这个草啊不要去把它去除掉了哈。好，这个就是罗根莓，它长新叶子嘛，好多红色的。好，这是在。这个北大武山，这是南大武山，好，啊，这是我的园子。那其实虽然不用除草，但是这个藤蔓一定要除，因为藤蔓现在台湾有个绿癌植物叫做蔓泽兰啊，那个刚刚那个就是蔓泽兰，这个如果你被它攀上去，它把你整个树木都覆盖起来，让你本来你的作物晒不到阳光，因为植物都要经过光合作用，它如果没有光合作用，它就等于像妖喜没有吃到东西一样饿死了，它会被它缠绕覆盖闷死掉啊。OK， 这个北大武山哈、哦，我记得好像2003年3月6号，那是有一个超级寒流，
那时候屏东潮州好像第一次有那么冷，六度。那个北道山上面积雪，这是百年景见啊。OK， 因为这是我用手机拍的啊，所以画质比较差。好，你看这个三月樱有一个好处，它只要花开谢了以后，它很快，大概在一个月以内就可以长得很快，就是全部都变绿色，我们就可以在下面乘凉，你知道吗？在外面这个太阳晒的地方，跟里面阴暗的地方，温度差5到6度，哦，所以它这个对地球暖化的抑制很有效果啊，哦，所以我们现在那个糖厂哈，都在推广平地造林，就是希望累积我们那个减少我们碳足迹的哈。OK， 好，这也是原来这里有一棵树卖掉了，那我就从刚刚看到那个园子里面移植一棵过来，这移植过来也是通通切断嘛哈。你看它一年以后就又很快就长得很茂盛。那个病虫害跟风灾，好，你看这个，因为四月份我才接枝，本来接活了哈，结果有一种蛀心虫哈，它从这边钻进去，你看这都是它的粪便。啊，四月份因为屏东很快，四月份对屏东来讲都已经很热了，那时候温度都超过30度，所以我们用报纸，虽然你接枝接好了以后，你要用报纸遮阴遮凉，不要在这个还没有完全吸收到原来的这个送上来的水分的时候，你要把它遮阴，它才不会渴死、干死、哈、哦、晒死。OK， 这个是被那个钻心虫，这个新的叶子它都钻进去吃，把整个那个组织破坏掉哈、哦，它就枯萎了哈、哦。这个本来说明年像这种。这个还没有受害的哈，是明年要结果实的地方，结果都被它吃掉了哈，这样就被吃一半，你就大概减少一半的产量了。好，这是福寿龙哈，这个是也是非常严重，这是大概25年前吧，台湾的商人从中南美洲引进来，他都听说哦，法国的罗肉。价格很好，哇，这个可以，应该可以替代，就引进来。结果是第一批买的人再卖出去都有赚到钱，后面跟上来的就都了解，因为他那个肉质我们台湾人吃不惯，好，所以就前第一批、第二批的人有赚到钱，后面人就撩个一堆，结果大家都弃养乱丢，结果全台湾大概有15万公顷。受到福寿螺的残害，它是只要看到绿色的植物通通吃，近亲的嫁的对吧、哦、所以那时候稻田受害很严重、哦、还有菜园，你那个菜园种在水沟旁边的大部分都会受到它的损害、哦、那个这也是一种蛀心虫、哦、把你钻洞钻得到处都是，就再把它剖成四片啊，好，那么小的虫，它可以把这么一棵大树就把你弄死掉了，啊，好，这是又另外一种，这只就比较大只，这个就是新点天牛的幼虫，那我很佩服它呢，那这个嘴巴哦有办法把那个木头这样啃下去，好，这是。我也想要说我要吃没有农药的那个格雷菜高丽菜，我也想种，结果都是被虫吃掉了，我每天早上就先去看看，去抓幼虫，那个绿色的小虫哈，就是这个啊，我如果有大概3天比较忙没有去看它们哈，就被吃得迷迷麻麻，所以到后来我就失败了投降，因为我都没有用农药，我种了那个刚刚那个树葡萄种28年都没有喷农药啊，红龙果也一样，因为我想说我自己也不想
吃农药，所以我要卖给人家了，我不希望喷农药卖给人家吃，假借哪一段营啊？现在为什么台湾医学那么发达，但是医院越盖越大？那王永庆的长庚医院，啊，或者是台大医院弄爆满，结果大家都得了那个，很多都得病了哈。为什么癌症那么多？就是我们环境荷尔蒙太复杂了，太多农药化学药品。这个虫哈，有没有看到一只虫？一只，这很少看到。它会那个伪装哈。这是我种了二十几年，大概3年前看到这只，我吓一跳。但是我没有时间追踪它，到后来会变长什么样子？会成虫的时候会变蛾还是变什么东东？好，这也是。这个如果有昆虫系的，看能不能告诉我这是哪一种天牛。好，这是非常小，刚刚那个有被它钻很多小洞，就是它干的好事。好，我一张手啊，拢万几块安尼，搞食食死。好，你看刚发现的时候它是这样一个小洞一个小洞这样钻进去哦，后来我就不是用喷洒的，我比较不喜欢用喷洒的，因为喷洒都要大面积嘛，啊，我就局部防治，有看到这一棵树受害啊，我就用虾尖给注虾，还好这棵有救起来，现在已经这么茂密啊，有治疗成功啊。好，这个是红叫红鸡巷村呐，啊，村巷，他们大概在开会说下一餐要去吃哪一猪了，啊，在开会，我看对一张烤鸡来看哪一颗比较好吃，啊，这一颗也是刚刚那个用打针那棵树哈，因为台风要来了哈，去年的919台风，那我就想说这个 Y 字形应该会从这边裂开，我就这边把它绑起来，结果天不从人愿，台风来它从这边断掉，但是还好今年你看它就已经恢复得这么茂盛了。对，好，这是全岛了哈，嗯，但是因为我们在台湾长大习惯了台风了哈，啊，倒了就给它淹下去就好了嘛哈，就说啊身份证掉了怎么办，为了说要去申请，不用啦，就扣起就好了，身份证掉了要扣起哈，对。好，啊，这个台风过了以后哈，如果台风不是很大，它是把整个树叶差不多扫光了，但是这个没有关系，大概过一个礼拜它就很快就会长得很茂密哈，啊，这是隔壁的椰子树，它倒到我这边来，倒到我这边来，我有一个好处，这个果实就变我的了，哎，我给它气甲细火掉了，这个未来它后来它有发现它就整个都被它摘回去了，啊，然后它就请那个工人来把它切成好几段啊，来。这个台风无情啊哈，那我们不要与天那个做太大的对抗，我们尽量做防范啊。这个树大招风哈，从这里可以看到，就顾为我承认了哈。好，也去。这是长在树上的西瓜，因为去年长了3颗，结果919台风来就被它打落了，所以来不及成熟。啊，今年哦，我就做记号，说这一颗是我的了，把它没再搞办啊。啊，这是树西瓜的这个花，啊，这个是炮弹连路，
有长长的，有点像炮弹哈。可是现在有更新的，说什么飞弹连路也出来了。台湾在植物品种改良方面是非常厉害哈。我们农事所啦，或者是改良场啊，或者民间的一些机构哈，经常从国外引进一些新的品种来跟我们台湾的原种去交配，产生新的品系。OK， 那因为我那边很少喷农药，所以野生动物也很多，但是这个我比较不欢迎啊，因为这个它是很毒啊，而且它是走神经毒，你如果被它咬到哈，会昏昏欲睡，那你如果睡着了，就永远不会起来了。啊，所以那这个是我的自动灌溉的那个微电脑控制器，那有一天我来开门的时候，哎，为什么打不开？那从这边打开，结果这里卡住。啊，还好那个是没有毒的，那是臭青木，臭青木，最喜欢吃小鸡的鸡蛋的。或者青蛙，我那边很多青蛙都是被它干掉了。我本来都像这种夏天有，哦，有水洼的地方，青蛙都会去产卵了，啊，它都在那边等了，哎。啊，这个是草芥末，可能是刚刚那一个阿公啊，这么长。啊，其实我没有那么喝大哈，哦。这是它的蛇皮啦，脱皮的皮啦。我在这边先承认我没有那么大的胆子哈。我就哦，好长哦，我不溜看我等。好，那没有喷农药就有这么一个缺点了。那个蜜蜂各式各样的蜂类都会来这边。这个是大黄蜂。也有人说是二号蜂，仅次于大概虎头蜂的块头，啊，就是它是斗笠型的那个巢那个，啊，这个就很毒了，这个就是猴桃蜂，啊，这个我看到这个虎头蜂，其实我已经在那边浇水的时候哈，好几个月了，我竟然没有发现我的上面有虎头蜂啊，等我发现。我刚开始还以为是一只鸟啊，大的鸟。我说哦，这个鸟的颜色还蛮漂亮。注意看，啊，它有蜜蜂从那边进进出出。我惊着，哇，要求这是虎头蜂啊，这个会叮死人的。我就打电话给那个消防局啊，我们潮州消防局，他就开了一个消防车，就两个人哦，就来了，说在哪里？他说他啊，人家不可能有那个虎头蜂啦，啊。我那边没有那么偏僻嘛，人家说啊，潮州那有什么虎头蜂？他们两个就都没有戒心啊，就说什么说什么，叫我问我说在哪，我说在那里，各位他就去看了两个都跑，用跑的跑掉。我那些招安状，后头蜂呢？啊，你不是说不是虎头蜂？那么也是他讲，然后两个就靠在那个他的那个消防车旁边。就抓头皮，说啊，你有没有带防护装来？说没有。啊，我们给供货打帮你，你为什么没有带装备来？还不好意思，他说他太轻敌了。然后就说这样好不好？我明天带那个瓦斯枪来用烧的好不好？我说不可以啊，我那棵树10000多块，你用火给我烧，那一烧我那棵树就毁了啊。那就头又抓一抓。好，我明天哈，我要来再打电话给你，结果就都没有打电话来了。后来我自己哈，得割稻菜得就两个竹子弄长一点，架个那个三脚架，像那个刺枪术这样哈，很远嘛，就刺，第一次没刺，我是刺的我就跑啊。过一个小时再来看看，好没有动静，我就开始重新瞄，大概第三次就被我刺下来掉到地上了。然后那个窝掉在地上啊，那个他们就飞走了。隔两天我才敢去看，哎，掉在那边，所以我才去把它捡起来拍照啊。OK， 哎，
哎，不要跟他开玩笑哈、哦，那个消防员，你看他们看到说普通 key 卡的杯啊，照刚才杯呢。好，这是普通，啊，这是蜥蜴的哈，那、啊、他咬一个，那可能是吃早餐了哈。好，这个昆虫我就不知道什么东东了，这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啊，有没有昆虫系的可以告诉我？又像蜂，又像蝴蝶，又像大只苍蝇哈，三不像 ，OK。好，这是我那个三月樱树上的那个小雏鸟，叫斑鸠啊。哦，斑鸠，斑嘎。好，这是伯劳，现在这个很贵哈、啊欸。大概五年前好像听说恒春很多烤小鸟，最早三四十年前他们就是烤这种伯劳，现在不行了、啊、现在都是野生保护动物法保护的。现在，五年前恒春的一个证明被。那个国家公园警察局那个查获在他的冰箱里面哈、哦，有十只这种小鸟冷冻在冷冻库里面，花8万块哦，所以现在这做鬼一只8000哈、哦。好，这是白鹭鸶在觅食、啊。好，这我潮州有一个闪讯中心。这是全台湾唯一的交通号志，注意闪兵、啊、真的要注意呢，不然会、啊、下来会被他撞到哈。OK， 好，这个大概12月份哈、哦，啊，准备要冬眠了。好、哦，他准备，他会自己这样扭动啊，把自己沉下去，然后再把泥土通通盖起来，他就要冬眠睡觉。他还没完工就被我发现了。好，这是我的母狗生的小狗，结果就是可能被刚刚那只很大只的那只蛇哈、哦、吞一半了嘛，吞到这里那吞不下去的要把它吐出来。为什么这个树头上面会放40万？就是摇钱树，就是我有一棵那个三月樱哈、哦，是最大的，我做看棒，我做招牌啊。啊，那个人来就看到，那个人是一个公司的总裁啊。那我说，哇、哦，你这开得这么漂亮。这棵树要不要卖？我说哦，这个不卖，这个我要当招牌的，哦，这个不能卖。他就跟我说，哎，潘先生，这样好了，我车上正好有现金40万哦，啊，你如果可以的话，你就拿去了，啊，如果不够，你可以再加。我大概只有想3到5秒钟，我就说好，卖你。因为 我大概找不到这么好的客人了。好，就是这一颗啊，那时候刚开没多久有没有，2009年，那时候我的树这个大概开第2年，它是越开越茂盛，越开越多，好，越开越漂亮。好，这个就要请我们原住民朋友哈、哦，帮忙注意这个是什么动物抓的，它的抓痕大概在这个高度，嘿，我是想说我潮州那个地方正好是屏东平原的那个中央地带，它离山区大概11公里，离东港的海边大概12公里，嘿，如果熊要大老远沿路要经过那么，他是怎么通过人类的这个设防啊？而且又有狗啊，狗也会闻到它的味道，也会追啊。
所以我到现在不知道他是谁。所以有时候我进去的，我到那个我那个三叶樱的那个密林里面，我自己也会毛毛的。好，你看我们台湾这么漂亮，如果没有这个三流的国民党政府来哈，我刚刚也不知道跟哪一位讲过，如果没有国民党政府来，我们现在早在三十年前就有台湾高铁啦，就有台湾新干线啦，而且你看这么漂亮，难怪那个什么西班牙、葡萄牙他们讲说 Formosa 哦，美丽之岛。那好，虽然已经被他们破坏这么多了，那我们要赶快收回政权，来向美国要求让他们让我们自治，由我们原住民来保护我们的大好的山林啊。以前没有外来种族入侵的时候，台湾的山林让我们原住民保护得很好哦，一片的翠绿啊，也没有土石流，也没有水灾。好，以前下了四五天的连续的雨，然后流到我们村庄那个河，我看那个河还没有什么浑浊，还是有点绿绿的那种感觉的。啊，鱼就很多，我们那时候都不怕会饿到，你只要想吃水产，你就拿那个本鸡哈，以前竹子做的本鸡到河里面去捞一捞，晚上回来就有新鲜的鱼可以吃啊，所以以前不会饿死人啊。那现在因为整个河川都污染掉了，你捞起来哈，不咬死嘛，吃死啊，哦，毒被那个毒鱼毒死掉了，所以这么美好的河山，我们要把它恢复起来。好，那么这个重任就在我们原住民身上，当然后来的那些番人啊，也要跟我们配合一下，要不然哦，我们连板起来避免出草啊。好 ，OK， 那还有一点时间哈，那我就来嫁接那个这个扶桑花哈，来让大家看那个上个礼拜跟在上一个礼拜所接的那两个芽哈，已经接过去了，算成功了哈。好，王先生，麻烦你那个灯开一下，如果有兴趣的哈，可以到前面来看哈。那个谭贝的田伟那个专业的，这个哎，那个专业的石墨胶带，这个你如果转个方向接啊，它就可以抓住它啊，这是比较特殊的。我这我袂记啊。好 ，OK， 那我现在就是。也是从这边，我看今天要从这边装，不然一直切这边哦，这边都快没叶子了。好 ，OK。不敢，我记一张是粉红色嘛，还一个是深红色。扶桑嘿，那因为这顾伯英哈都生锈了，这个、啊、这个句子，哎，复办来的，重办嘿，万工重办。
你那个最好是消毒一下了哈，用火烤一下哈，或者是有那个消毒液，这个最好是用这个方向切，才不会把芽点切掉。你看它已经有芽长出来了嘛，哈，好，那基本上只要有两个芽点就可以了，哈，一个两个就可以了，好，那么。这个切的时候你就注意看哈，我们找比较平哈，你看这边比较平嘛哈，这边就有阻碍嘛，原则上是取这边轻轻压到木质部，然后平推出去，啊这里没有弄到，你再一次，啊把皮削开到木质部就好了 ，OK， 那反过来这边这个就可以削平一点，等一下比较好，那这边就削一个45度，这样就可以了哈。现在是这里要搞过遐嘛，那这边要搞过遐对，我下昼无困。那最好就是找跟它差不多一样粗的，哈、哦，差不多一样粗，大概这一段哈、哦，差不多一样粗。好，一滴好，好，好 ，OK。教练艺术。哎、欸，我跟你讲，这个但你没有光合作用都多要死。大概到这里比较好，那就照你一样，也是只有轻轻的，哦，我们刚刚削多长，你大概就是这边就削多长，应该够了哈。这个先准备好，到点。这面跟那个刚刚切的那个把它插进去，抓稳了啊。这个不一定像东方太阳。啊？这个要刚开始要抓稳了哈，就慢慢就开始对齐，然后回，然后慢慢绕。螺旋状往上绕，这个要抓住哈，因为你要施力的时候，你要不要让它跑掉？慢慢往上绕，好，到上面的要盖顶，上面要把它盖起来，好吗？盖起来，好，这样子后，下雨的时候，雨水才会进去，因为雨水是隔离，它会把你。那两个接面变成隔离，那你就活不就是接不过去了，这是一个重点。那以前我上次就讲说，刚刚那个如果芒果的话，还要再追加下半部就好，就是什么这个点到这个接触面这个地方，再把它保护起来，还不会风这个如果长叶子出来，风一吹会它会裂开，就这样。下次哈、哦，今晚哈，你们如果有看到哈、哦，那个芒果这么大颗的哦，那拜托你告诉我，有那个苗我都搞来搞来夹，那两个夹分，夹长长。啊，无啦，我是讲的。那有啦，国外拢无要紧，那有遮大粒的山啊，啊是荔枝，拢一条荔枝拢遮大粒的吼。拜托，提供的。对。来，今麦现在有一种荔枝，或者鹅蛋荔枝，哦，像鹅蛋那么大，哦，哎，其实啊，我种过那个是没有那么大啦，像那个鸡蛋啦，没有像鹅蛋那么大，哎，啊，但是口感没有那个他们。几个点？要幼包，没有幼包那么好吃。哈哈哈哈哈！啊？这个最好
切接的时间就尽量不要在这种大热天，哎，春天还有秋天那个中秋节过后，我就啊，你如果有设施，什么有遮阴设备、有温室都 OK， 就全年都可以接。哎，我现在讲的是说一般的人家没有温室嘛，哦，没有一些遮阴设备哈，哦，这同科的，啊，要嫁接你要找同科的哦。这个是日本制造的，它叫做石蜡胶嘛，你就到那个比较专业的或者都市里面的一些园艺店，或者你跟他订购嘛。哎，这个，哎，你在台东，好，下次哈，看我有机会买一些哈，他叫那个潘州，那个潘志宏哈，哎，那个。分头这个不贵了，这个，十年前大概80块一颗，现在可能作家都涨价了，现在可能要100多了。OK， 好，那今天就谢谢各位 ，OK， 多谢。起，立正，敬礼。请坐。